林宥嘉和林文琪婚后迎来一子一女，一家四口幸福美满，时常会在社群上分享生活，每每隔空互动总会闪瞎众人。林宥嘉近日在社群上发文和大家问候，每周七天你有好好的休息一天吗？接下来更娓娓道来休息的重要性，更呼吁众人每周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天。这调出老婆丁文琪先生留言区直呼，想了一下我是追踪了哪个长辈。林宥嘉也回复了丁文琪的留言，直说老公。丁文琪公然亏林宥嘉像长辈，立马引发粉丝们爆笑，外许多网友们也纷纷被甜到直呼磕到了磕到啦。Bye.